怎么说？我说我不应该管这事儿是吗？拿个手机找谁啊？我照你啊，照你啊，照你！你是执法人员，我当然照你了。我照谁啊？我不是处理这事儿的人。010，你照，你推我，哎、你推我，你动我什么？你动我就报警。别乱说！我录着呢，我录着呢，我录着呢，我看见你的手了。啊、你动我了？别乱说！我照你警号了。我照你，你照你称号号呢？我照你称号号呢？你起来，你照，可以照，随便照，随便照，随便照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为什么我不能报警？你为什么要照我啊？我为什么照？因为你说你照我干嘛？你说你不管啊？我不是处理这事儿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管？那你凭什么说跟我说不着？我是。赶紧，该忙你忙你的。你们真是无法无天，真的穿城管牛逼呗，就是。哎，就牛逼呗。我都没说。就牛逼呗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我推你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吹牛逼，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我没推你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推你了吗？你再推我一下，我看看。推你了吗？啊。你不要老这样，我哪样？你解决问题，解决不解决问题啊？是谁想跟谁解决问题、啊？解决不解决问题啊？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解决问题，我跟你说，你想解决问题，你就好好的。我跟你说不着，因为我不是处理这个。现在咱们你跟我说不着、啊，刚才你是这种口气吗？你跟我凭什么说不着？我现在我有知情权，不是我需要你处理。你跟城管较什么劲呢？你跟我跟你们城管较劲是吗？啊，你跟城管有仇吗？行，我跟城管没仇。那你就好好的，你这。